我来教室的路上听见金老二和猪奶奶说话来着。他们一天还不能说句话，特别严肃紧张活泼一事儿。你猜怎么着了吗？怎么着？快说。据金老二说，厨房总有食材莫名消失，次数之多，所涉及品种之广，简直让人无法容忍。从两人严肃的神情及紧张的气氛分析，看来性质很恶劣，后果很严重啊！踩，我赢了。哎，你看，厨房都快被倒光了，这还不算是头条啊？你真少见多怪啊！这肯定是金老二贪的便宜，少买了东西，吃了回扣嘛。回扣？回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只听说过回锅肉，还有扣肉。回扣很好吃吗？大军，我真是服了哟。回扣不是食物，回扣就是，反正就是金老二贪的便宜呗。哎，不像啊。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就算做了也要故意弄得不像。我还以为回扣是什么好吃的东西，还不如是火腿肠呢。哎，公主，我们去打乒乓球吧。好啊。哎，带上我。哎，使劲动了我的，快！啊！这声音太具魄力了，我的美女姐！哎呀，大军，他什么买了这么激动啊？火腿肠没了。啊，难怪呢。对于一个纯粹的吃货来讲，人家这样的吃着简直就抽进了他的灵魂。太过分了，我要严惩凶手。凶手？这不是杀人事件。后果？他有什么后果？他一定是我的外甥。我一定要把他的胳膊给走火入魔了吧？哎，大军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知道是谁拿了我美味可口、无淀粉、无添加的精肉肠？快说，是谁？是谁？哎，不是，我是说这件事和厨房那件事是一个人干的。那可能是贪污腐败，只是东西交了，这能一样吗？啊，哥。哎呀，大军，你可真行的，满教室声嘶力竭的声音，就是为了你一两根火腿肠发飙。别再诅咒你吃你火腿肠的人了，你这么爱吃又怎么能吃，八成就是你自己吃完给忘掉了，回头诅咒在你身上可就不好啦。我可以发誓，我这不是为了火腿肠，我这是在维护正义。我记得我没有吃火腿肠，我一定要找到凶手，还我清白，找回自己的尊严。天哪，我的三明治不见了，救命啊！我的三明治在哪里？谁这么讨厌，把我存在厨房冰箱里的三明治给吃了，那是我妈妈早上特意为我做的，我还准备拿着当下午茶呢。谁呀？对呀，我的火腿肠也是谁偷的。队长，你也不小宝，你在翻什么？完了完了，哎，好险好险，幸好我的零用钱都还在。切，好奇怪呀，前天厨房丢，昨天大鱼丢，今天轮着娇娇丢了。
你们不觉得有什么共同点吗？我也发现这家伙特别能吃，可能智商也不够，为什么只拿吃的不拿值钱的呀？昨天吃大嚼的火腿肠，今天吃娇娇的三明治，荤素搭配的够好啊。有品位。这不是个单纯的案子，这是个连环大案，要案啊。什么连环？你是说他还会继续作案？那该怎么办呢？聪聪，你要把那家伙给找到。娇娇，娇娇，聪聪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娇娇，你上次不见了三明治，你别难过，我现在送给你这个黄油曲奇。小宝，怎么会是你呀？我的天哪，小宝，你的演技简直太绝了，我差点就被你骗了呢。哎呀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你还是把小宝放开吧，高峰。啊？你要是小宝跑了怎么办？是啊，万一他赖账呢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作案者另有其人，而且你们没发现他现在翻的是自己的柜桶吗？哎呀，你们干嘛呀？你们没发现我是找自己的抽屉吗？啊，你们没看见啊？看见了。真是，咱们是不是好朋友？咱们是不是好同学了？哎呀，我心里太痛太痛太痛了。小宝，我们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，你别生气吧。哎呀，是啊，我这是为了为我这火腿肠报仇嘛。小宝，我没按疼你吧？没事没事。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只是回来取作业的路人。自从大军丢了火腿肠以后，我已经有所警觉，于是私下叫了娇娇、高峰、大军一起做一个破案的计划。所以那次我丢三明治也是匆匆计划的一部分。小宝，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确定那个好吃懒做的家伙是否出自于本班。之所以上次我当着大家的面给娇娇那盒曲奇饼干，就是为了正式引诱他上钩的诱饵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匆匆，你真是博士，这计划简直是天才计划。
不过，这么好的计划怎么没带我啊？咱妈是不是好朋友啦？是好朋友，还不是为了确保娇娇丢东西时大家的真实自然反应，所以才确定瞒着你的。你这么冲动的性格，当然会表演过火了。有道理，小宝，你就别再遗憾了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是天才的演员。公主，你之前说那什么朋友好多啊，整整一盒啊，我也放了座位慢慢吃啊，那什么话了，简直太浮夸了。你这个马大军，是你不懂艺术好不好？你不懂，你才不懂，你不懂，你。大家小声一点，有人来了，他们要发现我们跟踪你。真面目了，什么时候都可以逮住他。你们不敢，没事，我一个人进去看看。哇，疯子，你真棒。不过大家要是去哪儿，我就跟着去哪儿。总之，我不想一个人待着。小疯子，一个人进去肯定不安全。万一对方是团伙作案的呢？拿这么多，肯定不是一个人吃。看，天都黑了，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而且，家长也会担心的。小黑屋的内部，我们也一点都不熟悉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吧。从长？从火腿肠还从广州腊肠？怎么？尝你的头了，吃不吃都吃。就是一切等明天再说。学学习吧，大军。去，别打草惊蛇。我们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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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you
娇娇，娇娇，娇娇，干嘛吓我一跳？我叫你拿镜子观察敌情，你却在这照镜子。谁说我没有好好侦查的？证据呢？哎呀，你快祖宗啊，小声点吧。你看路边要溜了，从那个刚风车刚过去，咱们快走啊！别俺了，走了。耗子头，这个耗子想对我追逐来的肉包子下手，看我怎么把他！冷静，冷静。要去的，但是我不会排第一个，我第一个，我第一个。怎么按这样子顺序？高峰，我，大军，娇娇，还有小宝，谁是害怕就抓前面人的衣服。好，排排排排，快点，快点。老师，我们没事儿。哎呀，老师可担心死了。幸亏袁老师发现可疑，我们才能及时赶到呢。嗯，这不是厨房的肉包子吗？难道大家之前掉的食物真的都是你拿的？李子浩，你在这里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捡到这条可怜的流浪狗，可是妈妈不让我养，所以我才偷偷放到这儿的。我子豪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当时我确实拿钱给狗狗买吃的，可是它吃的实在太多了，我的零花钱很快就没有了。但我又不想让狗狗饿着，影响健康。我只是暂时性借大家的食物，我一定会还给大家的，我发誓。救助生命，热爱生命是好事，但是子浩，你要记住，不光是这一次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行，就不要再用隐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，更不能不问自取。你看这一次，
别人差点把你当成饥饿的小偷了，知道没有？我只是想救狗狗的命，让它健康。没想到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，请大家原谅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早说你把我的火腿肠给狗狗吃，我就多带一些。好可爱呀！感情我的限量版饭盒就给小狗用了。明天我把配套的盘子也带过来，这样才完美。别忘了带小狗狗去兽医院打疫苗做检查，包在我身上。我爸爸认识的老乡是兽医呢。哎呦，你们这帮小朋友真奇怪，这小狗不过是一个畜生而已，用得着这么紧张吗？哎，朱奶奶，你这个说法我可不认同啊。在地球上，人和动物和谐相处，那才叫和谐。虽然说我们不能做到完全吃素，但是对于动物我们还是爱护的。而且呢，狗还是人类的好朋友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你们都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做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度，别把小狗给宠坏了啊。知道了，好奶奶，好奶奶。好了，你要太不是了，都这么做，老公，你减肥。这可是我最想要的款式，没想到子浩家的品味这么好，你可要替我谢谢你爸爸妈妈啦。浩子，虽然我在茶案子上有很大的贡献，但是我也没帮你的狗狗做什么。不过。这个虾片都是蛮喜欢吃的。哎呀，终于有我的份儿，太幸福了呀！我给你带了一大包狗粮过来，你看放哪？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当然乖了，见人就摇尾巴，还有作揖呢，这样的小宠物上哪去找啊？是是是，而且我们带他去打了疫苗呢。哎，对对，哎，你们家的小贝贝不是需要找个伴吗？啊啊，要不是你这么喜欢我们的小宝贝啊，我才舍不得让你领养呢。好了，挂了挂了啊。什么？小贝贝领养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的猪奶奶已经给小狗找到了一户好人家了。太好了，小狗有家了，今天这么开心，我请大家把全部东西都吃完。追逐梦想不等待，努力的向前迈，努力的向前迈，拥有特